近日有媒体拍到虎哥有户返京后独自回到住处，据悉该楼盘每平米均价在11万以上。当晚8点左右，某神秘年轻女子夜里来访，输入密码错误后打电话求助。未过多久，身穿白色 T 恤、戴着帽子、做休闲打扮的虎哥下楼为该女子开门。近6小时后，凌晨2点，该女子再度现身，独自离开公寓。次发现有人拍摄，忙用手遮挡脸部，行色匆忙。对此，媒体第一时间联系虎哥团队进行求证。据经纪人回应称，那只是朋友见面聊天，还请大家不要过分关注他的生活，谢谢。